南路小心，这附近有大型猛兽。猛兽！啊！妈呀！好可爱的小猫咪呀、啊！哪是大老虎？大老虎！南路别怕，只要吹口哨，它就不会咬我们。嘟嘟噜噜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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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毒蛇的蛇毒毒毒蛇，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？会。为什么你的枪这么厉害，我的这么小？那我的给你。哇，那你呢？哎呀，我随便了。哇。路过不要错过。奶龙，你表演个才艺吧。我不。我也太快乐了，太舒服了。羡慕悠悠得不掉就毁掉。妈妈，我可以要这个大的吗？不可以。哎呦我的妈，奶龙回来。小吃他学我。奶龙别动，只要不动它就看不见我们。把小鸡还给我。小鸡，那只老鼠在干嘛呀？那是袋鼠，好危险的，你别过去。那只袋鼠，你过来呀。告辞。他是他。这武器怎么来的？这个说来话长，当时那枚导弹离我的头只有0.01公分。哇，导弹是什么？告辞。哇，你相信光吗？そうですね。奶龙，分头行动。说吧，你的梦想是？不对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就不说，有本事打我。你打，我这儿打。就打。小鸡，你这招伤什么东西好厉害？是声东击西。哦，熊猫动手了。哇，这音乐好熟悉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说，这里显示荆州有大雨，他们肯定会趁我们行兵缓慢，回防不及，趁虚而入，从下口偷袭。他们肯定出兵了，我们趁机派200万骑兵捣毁他们老巢。打死他，我先救人。